就刚刚已经打桩下去，然后农民来抗议之后，他就把这几个桩就拔起来，然后他等一下要再走。那刚刚那个厂商的负责人有出来跟就是乡长有说他会停工，可是他一直说他也是没收到公文，所以他因为跟水利会有契约关系，所以他才会来做。那问题是我们这边知道是国科会已经表示跟水利会表示说你就是要停工，只是水利会的会长他不愿意停工，对，所以今天农民才会来这边抗议。今天媒体播呢，我说是安尼，啊，我今天去，大家讲叫我停工，我拢无收到半张公文，要叫我停工，我一工还200，我唔知要收啥人课，我来找客就用套吗？敢会使？啊是讲，啊是讲恁只在做，无你会使去找机会搞停工的公文发给我。你这个情形我没有跟他讲，东流全部停工，我跟他讲，不，东流全部你们吗？因为我跟水利会是水利会客哟，因为这情形已经很久了嘛，他也没有要我们公文啊，没有收到半张公文，我不知道怎么，我们有契约上的关系。我今天如果今天一停工，我一天就是罚款200万，请问我跟各位先生要吗？200万谁要赔给我？应该是申请国赔，为什么一跟我们要？对，农民要跟谁要？对，那你说停工的话，你应该是催那个水利会赶快把停工的公文发下来才对嘛，不对？对啊，哎，为什么是我们？对啊，那为什么是我们？你们澄清啊，你们去澄清，然后争议的话就是请他来。对嘛，我完全是做工的呢，啊有争议，你应该是要跟政府机关，为什么找承包商呢？承包商在关现场吗？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算讲讲台好啦，要开水无开水，谁决定的？不是我决定的嘛。要开水，要甲你水接过这边，谁的决定？不是我决定的嘛。阮这是要饲阮的家庭利益呢，是要做工利益呢。我今天做啥物事，恁家己的代志。哎，你生活恁啊，家己处理一个工。因为你不是安尼，我只做工安尼啊。可别讲人有钱，叫人讲最差啦，找他嘛。不对，该过都讲了啊，哦，叫停下啊，别把万马都有政府的合约存在嘛，不是？但是我你讲的经营哈，跟政府的合约不一样。你们上面那个到底谁管你们的啊？不是走不走的问题啊，对对不对？不是这个问题啊，对啊，你这样。那当时有争工程有争议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文过去给水利会？我可以请教吗？你说的工程像这样争议，争议的时候，争议好，争议，你有没有提出他的反证？那现场有没有？因为我们在做的，这样不算争议吗？哎，小姐，我跟你报告哦，不要跟我讲，我们做的都是依契约在执行，你有没有依法来教？国科会行政命令是什么？好了，你在讲话，你在讲话，你即马政府个两种，国科会讲停工，哦，你水利会讲做。但是，我知讲，我跟你讲啦，恁讲恁是抢手嘛？啊对嘛，啊你现场有问题，你啊跟你顶头个讲嘛？啊不是，啊你唔讲就是卖做嘛？是你的工程，不是你去讲，不然那是我们去讲吗？抱歉，你的上头工程，你不要那么冲动。哦，李长，谢谢。事情请理清。今天我是可以拿出合法施工的文件给你，你要我停工，请你拿出我停工要我停工的文件给我。我知道有契约，现场有争议的时候，你就要去摄像头反映了。不是，对不起，你拿出停工的文件，那你工程就是没办法进行啊。每一个工程我嘛现场有争议啊嘛，啊你爱报去嘛，有争议，啊他们管报。拍谁？我们合法，我们合法施工的权文存在嘛？你要说要我们停工，请你拿出停工的文给我。今天路灯都爆成这样了，还讲什么法？我讲法嘛，对不起，我还是讲法。我大哥，你现在要讲法的话，你现在不管大家，你就挖下去。我当然是合法。那你合法，你挖挖看啊。为什么要管我们的意见？你干嘛管农民的生活？我不会不管，但是因为你们把我们破坏了，我们破坏我们的施工环境。Thank you.
不删，那你现在要干嘛？我没有。你又说不挖呢，又说要挖，那你要干嘛？是要挖还是不挖吗？一定会继续做下去。那你就做、啊。那你现在是？我会做。那你刚刚又说你不管，你不会不管农民的。你在威胁我吗？这些人在这里，我很怕。这些人在这里。你在威胁我，你做做看，我很怕。没有没有。威胁我是不是？没有。你觉得？你觉得你合法吗？你做吗？我很怕。水灰笋的。来来，你那个，都叫你没有人看到嘛？哎，所长，阻碍公务。你看香灰笋的哦，先阿出。这已经看到了。阻碍公务。这涉嫌犯马上逮捕。不是，你来看了，你来看了。虽然是他们，你来看了，我有看了。是公务。阻碍公务啊。来来，所长来。那司机啊，你做啊？叫来了。那司机叫来了，那司机叫来了。十几个就跪在做工啊。那行强的哦，那不是行强的啦，也不是。边边调料下。也袂得啦。讲卫生啊，那些唔对吧？这涉嫌犯来逮捕啦，损害公务啦。那要收嘞。来咧施工就安尼，唔好安尼。安尼工人咧会损公物的嘛？对，所以确定有了。对，昨天晚上打电话给彰化农田水利会的会长，会长靠会长啦，靠会长啦哈，叫因停工啦哈，会长嘛无讲不爱停工，啊，今仔日公司过来才做啦，国科会讲嘛唔知是安那啦，那样呢？那怎么那个？啊，今晚是安那，今晚是安那。对啊，因就是讲无收到文啊，哈，对啊，我一点。啊，那是真正要爱文。请伊去在中央机关讲，对不对？中央机关当着全部农民的面，当着立法院教育委员会的面，当着媒体的面，都已经这样宣誓了。无啊，就是无啊！啊，原来，你大个，你来，我甲处理好了。不来，好啦，我甲处理来走啦。你坐龙船好啦。这个条件先落来啦。哎呀，我甲放啦，你先放啦，卖低啊，你先放啦。先我展开一下。我无什么问题啊。台湾小照片，我跟你讲，你还在阿小照，你有问伊同意无啊？你还在阿小照，加上钱哦。你有问伊同意无？你讲你唔是学作济，你唔是团体学作济，你两个唔是学作济。手机，大学，留下，留下，对不？你唔是作敖的。小邓，留下，留下。你学作济无？你为什么要碰我们的东西？我没有碰你哦，我这样而已哦。我不让你照我不行吗？我不让你照你不行吗？我不让你照你不行吗？已经碰到我了，我没有碰你啊！到底性骚扰？我能性骚扰你啊？你哪里？你有经过行程吗？你有经过行程吗？对哦，啊，经过行程你有经过行程吗？你谁啊？请问你住在哪里？我早告诉你，你住在哪里？你住在哪里？你是谁？对不对？你是谁？你不可以这么嚣张，可以这样大声呐！你凭什么照我？你很开心，你可以照我啊！我干嘛照你？对啊，讲说你们这里，我今天本来就要上去协调这个事情的，结果你们现在今天在这边做，害我又下来。他们要撤掉了，但是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要求是也不知道有没有过分？就是说，你大概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时间？因为老实说，你不能说我一个月后我才会下来，我那个时间。我每拖一天，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我嘛受不了，我今天记得去你台北，你让我坐去你高铁，更马上更坐等啊。你有时间给他们对不对？啊？要不要到时间？我今天我待会儿再打个电话，安尼好唔好？你先撤，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哎呀，安尼，这是不先挂走？挂掉了。安尼，叫司机。过来，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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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